件事情呢，先来到三楼CU 的便利商店买这一张 T-Money 的交通卡，那会是在一楼的地方出海关，出来就可以搭公车。然后因为我们也是要搭公车玩济州，里唯一有卖 T-Money 的便利商店在机场的三楼，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第一次来到济州岛，然后也要买 T-Money 的交通卡的话，记得一出海关先往三楼走，往五号出口走到底，就可以看到 CU 的便利商店。那现在呢，我们赶快去一楼跟碰碰会合，他应该等我等超久的，因为我找这个便利商店找超久的。现在是11:13，搭上公车要往李正饭店前进喽。公车来到饭店附近的公车站了，大概坐10分钟吧，就抵达了。要先把这厚重的行李扔在旅馆喽。李真的入住时间呢是下午3点，然后我们现在是快中午12点的时间。完成寄放行李的时候，他会给你这个 luggage tag 作为就是行李确认的凭证。然后现在碰碰正在整理他的行李中，等我们搞定这一切之后，就要来吃午餐哦。这里有提供中文的菜单，刚刚会说中文的小姐姐推荐我们可以点这一个有鲍鱼的两人份的黑猪肉，然后也有可以单点肉的，很鲜的。总之菜单就这样。泡泡，你算太快了，我还来不及拍，你就穿好了。穿什么？穿你的围兜啊。脱下来给你看。嗯。就是两人份，不少。走去搭公车的路上，经过了济州木官崖这个名胜古迹呢，进去门票要收1500块，那我们就进去咯。这个票很妙耶，它是两个人合买的话只会拿到一张 Tiki。 哦，我知道为什么要卖韩服了，因为来这边就可以穿韩服拍照啊。公车站牌有了呢，不用挥手，公车就会自己靠站停下来的哟。虽然今天的天气有点糟，但是彩虹海岸路还是挺美的。
刚刚本来想要搭公车去东门市场，但是错过了公车，要到六点多才会有公车可以坐，所以我们刚好在公车站遇到了这位大叔的计程车，然后问了一下，就是计费的方式是用跳表的，我们就决定换搭计程车前往，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东门市场喽。那我们等等东门市场见。我们很幸运的来济州的第一天就遇到什么？暴雨特暴，大雨特暴，所以我们刚刚快速的下计程车，直接先跳到就是济州市场的橘子街逛逛，那我们就四处逛逛喽。刚刚买的那个橘子糖葫芦半颗，这样子一颗半4000块。这还蛮好吃的哎，就是好甜哦，不酸哎，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感觉它最后感觉，就是快来买来试试看，蛮好吃的，待会。那我们现在买了一堆东西，要先回饭店哦 ，Go go。这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